陈妍希产子以来，现在已经有一年多，身段也恢复得差不久不多了。陈妍希和陈小成婚之后没有绯闻，一向很低调恩爱，堪称圈内的表率。客最有身的时辰，陈妍希还很胖，而现在已经很瘦了，小蛮腰什么都出来了，恢复得真快。今天陈妍希出席勾当，身穿透明蚊帐现身，网民说陈妍希的身段真是太美了。图片中陈妍希拿着时髦小包包，身段好，可是脸仍旧有点胖，不外还蛮好的。陈妍希看上去精气神不错，和身边的助理有说有笑。陈妍希拥有精致的五官，优美的线条，她眼神干净专注，透着一层水光的泪膜，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闪闪发亮。陈妍希外形甜美优雅，而且气质清新，她更凭借清新脱俗、自然率真的形象以及甜美动人的歌声赢得观众的喜爱。在参加节目时，她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的表现也赢得了观众的称赞。